姐妹们，前两天摆摊卖莴笋根本就不够卖，所以今天我们要砍100颗。小贝摆摊卖菜越来越有经验了，胆子呢也跟着越来越大了，但是在夜市想卖掉100根莴笋还是挺有难度的。废话不多说，炫。砍了不少了，看看这么多，我先把叶子撸一下，学了个新技能，嘿，快吧，嘿，这一筐满了，我先扛出去了。行，满满一筐，有点沉哦，慢一点。这个叶子才是好东西呢，回家喂鹅。我们已经到夜市上了，还是这个熟悉的街道。莴笋已经摆上了，看看漂不漂亮？漂亮。我不要背给你吧。先可以。我不要，称完称完背了。没事。那你背一点。对，4.9。这个也能吃啊？对，能吃。今年太贵，去年卖1块钱一根。刚砍来的都是。对，2.8块。嗯，慢走。根据我们前两天卖莴笋的经验。天亮的时候，这莴笋特别好卖，因为从那边看着过来的时候特别新鲜。但是天一黑就凸显不出来了。是的。能不能劈掉一点？4块钱。好，慢走。这个叶子我劈的够干净了，还没落下来这么多。刚砍来的。2.2块。多少钱？2.2块。4.7块。4.2块。这棚是鲜的，现在是吧？对。这不是后面还能长那么大，两根够吧？4.5块。哦，谢谢。4.7块。这个也能吃吗？能吃。好吃叶子。老点的会苦劲，这嫩。这是鲜的。你看下面都没有花的，要开花那种容易有。够吧？2.1块，2.2块。对，两个人炒一顿。4.4块，这个天气啊越来越冷了，感觉这个莴笋没有前两天好卖了。是的，马上下八高分了，把这里面都摆上来，货多好卖。先给笋子做饭的。4.4块。哦。5.6块。剩的这都是能炒吃，咱们都直接拿炒吃。3.6块。行。2块。4.7块，慢走。1.9块，2块。这个现砍的，看见。好，6.6块，慢走啊。叶子这两个能炒一份儿。刚好炒一盘子。4.8块，慢走。现在生意真难做，这个莴笋叶子啊，小贝已经掰得很干净了，但是还有一些人把叶子掰掉之后称莴笋，称完莴笋之后再把叶子带回家。这样的人少数。4.6块，4.5块，慢走。看不清啊。卖两根。走，5块钱的，你就够吧。先不炒一下。好，2.4块。吃完了。2.4块。行。啊，4.2块。不炒一盘，两个就够。两个一盘。好。两个。3.9块。一堆叶子，嗯。喂鹅。4.7块，你看够吧？够了。好，2.2块。要不再来一个小的？行，4.4块。叶子能炒吃，不要这种。我知道。3.4块。好。小贝，剩的不多了，咱走吧。行，冻得手脚都发麻了。太冷了。收摊。跟大家汇报一下今天的收入吧，一共拉了100根莴笋过来，还剩9根，刚刚算过，今天一共卖了212块钱。